我不用家过呀，在老镇上在给这块找个饭店，我请客，找点实惠的啊。中。你看俺这都是哪会儿弄饭店的？咱这实惠就是面，咱也是吃面。面也中。走，我带着恁去个地方啊。哎，小哥，你咋走到西湖公园那门了呀？前头这红绿灯爱左拐，在文化宫那儿，老文化宫那儿吃饸饹面。这儿原先的那个老文化宫，你看这儿都重新修建了一下。嗯，要不是你说，反正是不会。你对这儿还怪熟嘞，还西湖公园南门儿。他这在正门了。小妞小的时候还来这儿画过大象鼻子嘞。成天说嘞，裤子都俩都给我划烂了，裤子都划烂了。饸饹面，哦，然后恁先搁这儿下来，我坐到地上停车。啊，装。美女，你看咱吃点啥？招牌菜。招牌菜都铁锅炖腊子，我这段时间可火了。还有咱那个松鼠鱼，招牌豆腐都挺好吃的。招牌豆腐，招牌豆腐好。看着这门里边小鱼进来，这真带劲。反正你看，俺这环境也好。是。俺要招牌豆腐炖腊子吧，小份儿。啊，铁锅炖腊子小份儿是吧？好。然后再要一个手撕鲜鲈鱼。手撕鲜鲈鱼是吧？切两个凉菜。切两个凉菜啊。或者是一片凉的，一片温的都可以，行吧？你看参照吧。吃点啥？你不是点两碗就那都点吧，不叫你掏钱点吧。你想你点啥？人俩点啥我吃啥，点点。我没来过这儿，他来过，你来过，你看你吃过老就。你看咱就点一份铁锅炖大鹅，一份手撕鲜鲈鱼，一个招牌豆腐。还有俩凉菜是吧？啊，俩凉菜。还有两三件叫吧。那中午三件。这块儿，几上午这啊？你保证丰盛。好吃，我跟你说，小妞领着我来吃了一回，就可好吃，叫恁也尝尝吧。我觉我孩子面实惠，和恁那味儿不好。中啊，你超级好吃，要叫我不是哭，我主要点这鹅的。这鹅比肉炖好吃了。那肯定比咱炖的好吃，小娘啊手艺也就是给咱家炖的。这吃完就有味儿，这吃完。嗯，估计这都是刚才进门的时候人家安排过去的。嗯，新鲜中的一个。鹅肝啊，好吃不好吃？嗯，吃鱼吧，这鱼头，嗯，咱俩吃饭，够不着呀？三台，搁咱们院，上哪个医院过来的？哎，咱们吃了好像也是。可以啊，我吃了好吃啊，可以啊，好吃。那个鱼是鲈鱼，嗯，我看给他俩说的，我说你看这个鱼多好吃。这鱼是鲈鱼，鲜鲈鱼，这不是那草鱼的鱼。你那么好吃豆腐，你是过年粉吃的？很多不好吃，一点豆腐味都没有。这个不是豆腐，俺上一次来同样的问题都已经问过了，吃着没有豆腐味儿吧？还是鸡蛋跟豆浆，你们发现里头可嫩了，还有一块给俺嫂倒一块，嫂够不着吧？你吃我吃了，你吃了，还有一块给咱给一块，你倒吃吧，给咱给一块，嗯，你看。要不是好吃会吃完了，就有点哭完了。好，真香，你还吃一身就行了。